你们这一流的介绍，不入流品质，您竟然给人客装笑的。我是得减几公，林涛君集团做阮朝阳集团的会员，所以我要改时间。你算用酒，那你冲水一点来欺骗消费者。总裁支持的啦。既然伫咧生活中，你的比品质还够信用较重要，这点餐厅我嘛不想好好留。 请你另请高明。原来知影，咱利用朝阳集团的黑白户，绝对会跟算到底。你拢照法律程序来处理。以前的歹剃头，难解私事，今麦这件代志啊，是变怎想煞？你想要第一这边，看完，我准备透偌济出来，咱就合作愉快。